Hey, big family, we got a special band for you today. They describe themselves as Radiohead if they played the blues. Well, I love Radiohead, and I love the blues, so I think I'm gonna love this band. You're watching the soundstage. Don't go anywhere.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美国的波普艺术家，大家都知道，叫那个 Andy Warhol。 然后他有一句话，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在未来，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名15分钟。然后我们就想稍微长一点。Thank you.
就是我们要向一切可能性张开双臂，然后这可能性不光是音乐方面的可能性，然后我们想跟很多很多的艺术类型结合，然后我们也一直在做这个尝试。我们觉得是摇滚其实是一个很自由的表达我们的感觉的一个态度、一个意见的这种方式。然后我觉得我们的音乐是希望可以做到那个样子，然后而且希望让听众在听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反馈，一些去思考，会去觉得说，把这个音乐跟他们的生活连接在一起，这是我们想做到的。因为我们到年底要录制一张 EP， 然后这张 EP 叫 XXRR， 是我们的一首歌叫，其实叫熙熙攘攘，然后它讲的是有关在北京的生活，就非常非常的拥挤，非常的找不到自己的这么一种感觉。这对这种状态，不知道 你会不会有过那种感觉，就是在地铁里，就地铁超级挤的时候，你会脑子突然间空白，然后你会觉得周围的人，他们脸上因为都没有任何表情，我觉得应该会很熟悉这种场景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这样走过来走过去，你觉得好像一切都在你的眼前浮游，但是没有任何意义，然后你的脑子一片空白，你也什么都不想想。我觉得这种状态对我来说是很奇怪、很恐怖的、很诡异的一个状态。我觉得是一个让人思考多的音乐，对，是那种能转啊，能对，没有，就是你可以静静的听，感受那种，对，我们的目的就我们是希望我们的音乐能让人想很多，然后能让人静下来，并且让人感动，不是。对，不是希望大家开 party 然后很高兴，不是那种感觉。一开始对音乐肯定比较生硬，我觉得不够思考不多，可能这一两个月、两三个月就在一块排练的次数多了，完了可能对这音乐的思考也开始多了，思考多了嘛，肯定就有一些细节里的改变，所以这点我还是挺满意的，就是因为有改变，就然后又有新的想法。就我有一次我们演完出，我坐在那个航哥的车上，我们在聊哦，我们今天演出出现过什么问题，在看一些演出的视频，好像突然间我有想法，我说我们会不会有一天就是大家都会解散，各奔东西。当时说到这个话题就是特别伤感，好了，对，然后航哥还说，他说就是难免有那个就是离开，但是最重要的是在离开之前我们彼此珍惜过，彼此在一起。对，想谈恋爱对，干嘛？有种谈恋爱的感觉。其实对，玩乐队就是谈恋爱，一回事儿。